Yo, what up? 你要见还是我？Yo, what up? 你要见还是我？ It's Razor Bob 啦。 楊姿， 是。 哎呀，你好大胆啊！明知夫人喺偏厅度食饭啊，竟然带埋只畜生入嚟。你知唔知呢餐饭嘅卡路里、含盐量、反式脂肪、细菌酵素超标咗几多啊？系只铁嘴鸡啊，三花四字咗落我面咋。上一次喺凤池王啊，搞到王爷一副都系，今次仲死踩烂我件衫，累到我冇得同王爷相提表演啊！呃娘啊，娘子讲过都系冇心嘅啫。系有意啊！哇，咩味啊？药酒。 哎呀，你仲探埋啲阿婆香水？你有冇bad taste啊你？行开，行开啊！如果我今晚攞唔到奖咧，我谂我真系会嬲到喷火啊 ！Is she a pure acting talent, or is this a case of art imitating life? Razor Pop will find out if Liza Wang is the legendary Dragon Lady. 姐你好，咁今次咧你就星期六就会有一个 concert 啦，系咪已经筹备得七七八八咁咧？其实呢个 concert 系将我上一次四十周年嘅演唱会咧，系搬过嚟呢度吓，大部分咧个内容啦，包括服装啊、歌曲啊，都系一个比较完整嘅一个演出咯。上一个演出系喺诶云星剧场系咪？云星剧场系啊，好受反应好好喎。OK啦，咁我希望今次能够即系新加坡嘅观众朋友都能够嚟支持下啦。又嘅而家咁容风暴系嘛？个个都好似有少少窒住咁样啊，即系会唔会诶用钱去睇电影啊，去买嘢去消费啊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以平常心去吓。 即系生活仍然要继续嘅，娱乐仲系好重要嘅，开心啲咯。反而你心情唔好去睇下 show 啊，唱下歌啊，可能就会更加好。 罗生都会参与噶啦，咁罗家英佢会啊，佢系我 guest 嚟嘅，咁佢除咗佢自己演出之外咧，其实佢系一个穿插，即系佢都会系主持咯。系啦，佢类似主持，咁又要俾啲时间我去换衫啦，咁同埋佢会讲一啲关于我日常嘅资料。佢系负责搞笑嘅。好彩汪明荃，佢唔拣做人哋嘅阿嫲，佢就系拣做人哋嘅阿姐。 台上面咁，你会唔会怕咧？佢又窒你咧，即系讲翻你生活上面啲缺点啊？诶，我谂呢啲冇得避啦，睇佢爆啲乜嘢咯。系啊，有边啲嘢系唔爆得？即系一爆咗咧，你就我好难控制佢，真系唔知佢想讲咩。系啊，有边样嘢系你好介意嘅，即系你唔想佢攞出嚟讲？ 冇乜嘢啊，乜嘢事而家香港乜嘢事都知啦。咁佢讲晒，系啊，会唔会介意佢话你霸道啊之类咁？诶，佢讲嘅嘢唔系事实咯，佢有佢讲，我哋香港系言论自由噶嘛，系，即系你都唔会制止佢。唔会。咁你哋上一次啦喺云星剧场，你哋散场之前系唱《千夫的爱》。 我唔记得啦，唱太多，可能今次改第二只歌啦，系啊，即系都会有合唱曲嘅，一只啦吓，唔多。OK， 咁即系我知Lisa 姐咧，你就除咗唱歌之外，你唱过流行曲，又唱粤剧，咁你拍剧又拍好多啦，跟住主持你又主持好多啦，访问你又做过啊，你访问过最大卡司系边啲人？ 卡士啊，睇下你以乜嘢去衡量叫做大卡士咯。即系运动界咁，京奥运动界啊，咁好多时奥运冠军我哋都访问过喎。咁呢个算唔算系大卡士？我就唔知啦。系啦，会唔会即系你做主持，你多数你都会各类型嘅嘉宾都有噶啦，系咪？咁你样样嘢都尝试过，即系你连跳舞都跳过好多啦。即系以前热咖啡啦，跟住旧年你又有跳 hip hop 啦，仲系湿身嗰种啦。咁会唔会有啲咩系？ 你未尝试，然之后又好想而家做？我谂唔系话你样样都跳，就表示你跳得好咯，系咪？我谂最紧要系做出嚟嗰样嘢系一个比较有水准嘅嘢咯。咁喺我四月份喺香港咧，我会做个 musical 嘅，咁今次我就会跳 jazz 嘅，跳 jazz 即系你一样啊，同埋呢个 tiktok。
OK， 哇，係一個歌舞劇嚟嘅，係咪？即係會用啲比較輕鬆同埋幽默嘅方式嚟講翻佢係一個喜劇嚟嘅 ，OK， 係啊。咁主要都係講汪明荃自己，真係阿姐，真係代表真性情啦，真實啦，即係都會將你自己生活上面最真實嗰一面帶俾觀眾。係咯，即係或者我嘅性格啊，我一啲內心的嘢啊，咁樣。有邊位演員會參與咧？有羅家英啦，當然因為講我自己，咁佢都有一定嘅份量啦。咁仲有就係劉雅麗，做話劇為主嚇。跟住就係廖啟智啦，同埋都係香港一啲話劇界嘅人。咁係咪已經籌備緊嘅咧？我籌備緊啦，而家學緊跳舞。學緊跳舞啊！今次或者提一提就大家我會有一段咧，差唔多15分鐘嘅全新嘅歌舞啦，包括係新嘅音樂、新嘅歌曲。即是重新全部全新的是叫做 Leon 高世章帮我作的、okay. 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有几套电影如果爱啊投名状啊、他都有做音乐的、学的音乐、哇即是你都不介意即是跟比较年轻一点的、我喜欢的因为他们会有很多新的 idea 而且他们现在都因为接触世界各方面的、嘢比較多，即吸收了很多營養、我覺得就好好啊，同佢哋合作。咁、我哋都好期待啦。咁就講翻羅生，即係我知道你哋係喺埋一齊20年嘅，係咪？做朋友咯，係。跟住佢就求婚求咗18次。啊，嗰啲係佢講啦，佢講係咪即係每一年都求一次咁樣？哦，唔係，係因為佢唱嗰只歌啊，我向你求婚。我向你求婚，我求你應阿成，我愛你情深。这情意天能证 Won't you marry me? I love you very much Won't you say I do? My love is very true 是不是真的有求过婚先？没有完全没有真的没有是啊那你会不会想结婚暂时都不会咯、okay.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的相处很舒服你们是怎样的相处模式因为他、大家的好朋友、好像家人一样大家关心咯、他现在的工作主要在内地所以其实我们见面是很少、所以可以相处得这么好没什么拗杀即是工作的时候就是你们相处的时候你们合作、不是他回来香港大家都有相处、我听说是他住在你隔离屋的佢係我 office 嘅隔離 ，office 嘅隔離住就唔係隔離，住都唔係隔離，大家隔得幾遠嘅，隔得幾係咪即係半個鐘頭車咧最快？係一種特別嘅安排，係唔想住得太近。我唔係係 naturally 佢住嗰度就係嗰度，即係冇諗過想住得近啲。或者住埋一齊，點解要住咧？唔知咧，可能戀人啊嘛，即係你哋都係戀人啊，好朋友兼戀人，但係冇諗過要住埋一齊。我覺得是一種很值得學習的人生哲學都不是我想是大家每一批都有不同的需要、即有些人覺得這樣舒服開心一點有些一定要不結婚都要住埋我想個人的選擇的他在哪一方面是令你覺得最舒服的我想他那種不計較啦、即不追求啦不去強求啦、處之泰然啦嗰種係，呢啲係我好缺乏嘅嘢。OK， 咁我知道就最近啦，我睇翻智雲飯局有一個你嘅訪問，我嘅訪問係啊，你同最近冇同佢訪問過，可能舊年啊，應該係唔清楚啦，唔清楚。咁裏頭有講到你即係好嚴人律己，咁律己方面，我知道你係好有 self discipline 嘅人，係啦，即係你好似如果要保持你嘅聲音，你就唔會食辣嘢之類嘅嘛。但係喺嚴人方面咧，你係咪真係即係好？我諗唔可以要求人哋咯。你只能夠自己做好一個榜樣，咁係可以去希望可以影響到其他人咯。因為喺電視嚟講，無論你喺社會上都係個 teamwork 咯。即係如果你希望你可以影響到你身邊嘅人，去大家一齊係去做好呢件事咯。當然我唔 expect 去改變人哋啦，係嘛？咁但係我會講我嘅經驗，我會講即係我嘅需要，咁配合。配不配合得到我覺得是很難一定是做到的、因為人家不是你嘛、
如果有演员即系好似拍剧迟到啊咁样，好多时都有噶啦。咁你会点样？即系都冇办法噶。咁有時佢唔夠瞓，咁你都原諒佢啦，即都會體諒。因為喺香港拍劇係好辛苦嘅，如果你真係忙嘅時候，可能得兩粒鐘、三粒鐘瞓，咁你肯定係起唔到身啦。你都經歷過，似你我唔會，我死都撐嘅，係啊。